可能是因为美中的科技冷战，现在中国大陆凡事谈科技，连娱乐春晚节目也是如此。当然这样的科技跟美国要围堵中国的硬道理的半导体这些科技，或者是大家在竞争的量子电脑科技，层次完全不同。但今年的中国大陆，不管是央视的春晚，还有河南的各地卫视的节目，全部都叫做3D 科技。一群娇憨可爱的唐装侍女入夜后翩翩起舞，仿佛电影《博物馆惊魂夜》里面的情节。用婀娜多姿、秀逸韵致的舞姿，带领观众重回大唐盛世。这是大陆河南卫视2021年春晚的舞蹈节目《唐宫夜宴》。导演利用 5G 加 AR 的技术，让参加夜宴的少女们如同在古画中穿行。背后的山水画时而变幻，少女们犹如在画中行走。栩栩如生的演出获得大陆网友一致点赞，在微博上的播放量更是突破千万。不让地方春晚专美于前，从1983年开始直播的大陆央视春晚，全球观众规模约有11.73亿人，是大陆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如果说过去的春晚是以内容取胜，那么这5年来的春晚则是大陆文化、艺术、科技结合的秀场。AR 加 VR、XR、5G 加 4K、8K 加 AI， 各种黑科技撑起了春晚这台大戏。人在香港的刘德华神奇的与大陆影星王一博、关晓彤同台演出。他会融入 AR 的手段啊，同时我们的歌手他是和整个的场景和我们植入进来的元素他是有交互的啊，他不是说光是一个人在一个景里面去唱啊，我们把我们现场的这些的机械的牛，我们这些元素，我们进行了三维的这个处理，我们植入到了刘德华远程的他的整个的这个拍摄场景里面。那刘德华他要跟两边的元素进行一种交互，那这个也是我们的这种新技术的一种体现。能左右开弓写字、会跳舞、会作揖的机器牛，都是大陆本土研发设计，为表演增添了满满的科技感。我们的这款机器人呢，名字叫优米，也就是你和我的意思 ，You and Me。然后呢，它是全球首款双臂人机协作的机器人，它会模拟一个人的写字的动作。好，这就写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是一个福字，它还有半年的动作。对，这个就是啊、哦，非常的形象。对，我注意到这个地方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是来干嘛的吗？大家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会发现，我们在场上有非常多的机器人。嗯、那么我们怎么告诉机器人它在哪个位置、嗯，然后说去完成整个队列的动作呢？嗯，就是靠这个二维码。因为说我们在舞台的正中间的上方，我们吊着有一个相机，这个相机的话会拍摄各个二维码的位置，来告诉机器人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让它完成整个队列的一个动作。春晚也成为各类新型展播技术的练兵场，从舞台设计就打破常规。我们特地在观众席上面设置了154块屏幕，在视频的制作上呢，也考虑到怎么去呈现它这个特点。以往的舞台其实作为一个框架式的一个概念，比如说整个舞台宽18米啊，高10米，但今天大家看到整个表演的主舞台已经进入了180度环幕形组成的一个舞台。那么这个舞台呢，从整体来讲很简洁，然后也会有巨大的冲击力。
AR 技术的运用在虚实难辨中为观众营造出了沉浸式的体验。我们这个在武术节目里边我们做了一个云海，那以前的云海可能我们用的是一些这个贴图的方式，但是现在我们是用的是一种叫做体积云，所以它的摄像机其实可以穿梭到这个在云海的里边去进行一个穿梭，它的效果是一个非常真实，可以实现什么拨云见日啊这种效果。有一个节目是那个瑞雪平安符，那这个冰面效果的反射呢，我们是可以反射这个大屏里的这种动画，还有整个舞美的变化都是可以实时动态的去映射到咱们的这个 AR 的这个冰面上的。周杰伦因为疫情的原因来不了出版现场，所以我们不光是用了 XR 的技术，就是通过电影工业流程的这个 motion control， 我们在台湾还有在北京同时用了相同型号的 Moco， 然后把虚拟拍摄的运动轨迹从北京拍完以后发给了台湾，然后最后拍完以后再传回去做了一次合成。为了新的一年，我们牺牲来喝彩。如今春晚的意义不再只是单纯的全民狂欢，而是大陆新型科技释放的舞台。无论是武术啊，还是舞蹈啊，唱歌啊，它都是用科技的手段把这个艺术呈现出来，也能感受到这个国家科技创新的这个进步。有评论说，从春晚练兵场能让更多创作者、电视台、科技企业看到新技术在舞台上的可能性，势必会带动一些人走入新兴领域，带动一部分的技术落地推广。因为以前人们老说技术是弥补这个艺术，或者是技术是为艺术服务，我不认为这样。我认为这个技术的为导演带来的灵感，他们利用这种先进手段，使这个节目会更加的精彩，更加的完美。谢谢收看今天文倩的世界周报，文倩的世界财经周报，麻烦您订阅 TVBS 文倩的世界周报 YouTube， 感激，下礼拜见，拜拜。